你们好吗？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可以终于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办自己的这个售票演唱会，等了好久好久好久哦，好久。而且刚刚他们就跟我说，你不要一开场就哭哦，因为上一次我就是坐升降台上来的时候，一哭面子一丢就上台了，所以这一次我掉在上面没有办法有人可以递面子给我，所以我就忍住了。我今天呢会唱很多很多好听的歌，好不好？然后呢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哦，好吗？就等这一刻咯。 OK， 开始吧。几分难